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翔宇。在今天呢，很冷哦。那我写了一首歌，要送给大家。因为在二月份有一个很特别的节日啊。对于情人来说，那我觉得不管您是单身啊、有对象，或是已经是情人，甚至是已经是夫妻，有自己的家庭。但我觉得我们要随时保持一个有爱的心来面对你的另一半。送这首歌给大家，情人节快乐。I love you.